了一个两个 Morgan 奶，那这个也是 Morgan 奶，这个漂亮哦，我看，好靓好靓，还有这个 OPPO 呀呀 OPPO， 因为它这些材料它都是自己，对，这个就那个框呀，对，没有，我的。嗯，然后哦，这些是高档货了。那其实这些都很超值的，那这个才1999，因为这个香工是不值的，我们是现在拿回香工而已了。拿回香工1999，哪里买到啊？都买这么大一块，你看这些工很贵，这因为color diamond， 这个就是 diamond 来的，color diamond。哇，这个对，一个是上面是乌卡拉多的，一个是麒麟，一个是貔貅，两个都在5200，对，哇，超值，那这个是24K金，2990，都是 A 的天然翡翠啊，这个是24K的，24K的，19克，24K金。这个tourmaline 日本珍珠非常漂亮的日本珍珠，4300，18K。tourmaline 17.9，钻石4克，你看这些，因为他自己挑石头都很有一套的啊，很有一套。就挑石头很那个，很有心得。那这个 Happy Diamond 1480，现在没货了，1480，18K，之前我们有很多 Happy Diamond， 现在都没货了。Love 1480，然后这个。1100，24K金了，24K金。哇，这个好大，8800。卢比是13.55克，钻石3克，98，18K， 36点多克。哇，这些都很大气，很霸气，圈口有点大，因为就是很多朋友想走 bangle 还是要讲圈口，就是改。Bangle 改了之后不好看啊，就是一定要这个大圈口的58、59圈的，小手就不适合啊。哇，这个很漂亮啊，这个才2800，就是你看这个钻石这么大，哇，中间的钻石是中间那个58分 ，total 钻石。差不多2克拉多，哇，真的超值！这块翡翠也不错，其实这个都很好，2800而已，不贵，因为退休嘛啊。那这个 Hello Kitty 的这个戒指，哇，这个真的设计的1500，你看 Hello Kitty 好像还有一个 pendant 呢，14K 啊，耳环哦。Hello Kitty 啊，哇，这个红宝也很好，红宝4800，哇，没话讲了，4800非常好啊，哎，不是4800，搞错 ，sorry， 是7200，是看错，卢比，接起来2000多，钻石2克拉多啊，7200，搞错，接起来看错接。那这个就4200，金珠、白珠，14K 的扣很长。这个是1.5寸的珍珠，不是两寸，也不是一寸。9.5到13.2的那个，OK，Hello Kitty 的，哇 ，Hello Kitty 的耳环真的，
这些，那你看到材料才去想，才去想这个地上还是？对啊，我就看到材料去，就我就看，哎，这个像一个猫猫啊，我就买来配一对来做。他接的狗狗昨天很迷恋我，每一直在我房间敲门要进来，我都不要进来啊，所以就是要爱狗爱猫，这个就是先有概念，你看到了才想到，就是他看到材料才去设计的，这个就1999，因为这些都是concept，他你先有这个概念才去那个。所以我很想念你很爱你家的狗狗啊，他人就是这样子嘛，他喜欢我，我肯定也要回报一些喜欢他，但他一直他没有睡觉，就一直在我门口房间门口，对对对对，很兴奋很开心呐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所以这个就是互动嘛啊。16米的珍珠，钻石3卡拉5，哦不止3卡拉5啊，是4卡拉多，接起来4卡拉多。这个条链子也很特别啊，29.8克，29.8克。才4990，超值了。你现在这个很有 design 呢，每一个他都先看到材料才那个啊，才去想。那这个也是一片风月，也是很大很大，15.5米，15.5米，3500，大 big piece big look。15.5米，呀、啊，很有设计感。哇，这些我都好喜欢，因为这种颜色，那、啊、这个颜色很特别，这应该是爱迪生珍珠。哇，这个很难找到这种颜色的，3500，你看。金有很厚，18K 22.3克拉，3500，好快呀，很特别，有吗？这个也是3200，哎。Tishon 啊，这是 Tishon， 搞错，唔系，应该唔系 Tishon， 对，这个也是爱迪生，爱迪生，爱迪生。这个就8800，几个面，看看，18K， 16.5米。钻石3卡拉多，8800，然后，好，这个是一节，因为再一节，因为如果太长的话，很难那个，很难上去。